声母、韵母整体认读音节。整体认读音节一般是指添加一个韵母后，读音仍和声母一样的音节，也就是指不用拼读即直接认读的音节。所以整体认读音节要直接读出，它又分为两类，平舌音和翘舌音。声母表为 b、p、m、f、d、t、n、l、g、k、h、g、q、x、z、c、s、r、z、c、s、i、u。韵母表为 a、o、e、i、u、v、i、a、v、o、o、u、y、v、r、n、n、in、u、vin、ang、ng、ing、ang。整体认读音节为 z、c、s、r、z、c、s、i、u、y、e、y、ü、ün、ing、ng、ing。